接下来啊，这个范例是从网络上抓下来的哈。如果打在那个 Google 上面打那个百家姓，就有很多百家姓。那不过这边没有全部啦，这边只有我记得160个姓氏而已哈。做个 sample 啦，做个 sample。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把这些所有的资料，它分成一格一个储存格是四个姓氏嘛哈。那要把这些全部的姓氏通通变成一个储存格，里面有160个姓氏，要集结在一起。好，那要集结在一起的话，当然方法很多了哈。如果在 Excel 里面的话，怎么去做？首先第一个阶段的话呢，我需要把怎么样里面的空白去掉，空白去掉。哦，第二个阶段的话呢，再把它累加，横向累加，再纵向累加，全部在一起了。所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在1万的地方哈，这边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储存格。那我要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空白去掉。空白怎么去掉呢？前面有讲过一个函数，有没有？叫做什么呢 ？subs 这个 substitute 这个函数有没有？按一个确定。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首先哈，它会有几个。其实就三个参数就可以，最后这个不要哦。第一个，它里面 order test 里面有什么呢？一个双引号，空白，空白表示空白，好、哦，那个这个空白键、哦、然后呢，再下一个 new 的话呢，把它取代成这样子，好，你可以看到一个预览的状况，预览，本来这样子，哎，这就我们要的，好、哦，没有空白，好，按一个确定，